14颗，非男足男孩的年纪，非男足为了迎接新年到来，会有许多热闹的祭活动。第一个上场的花拉赫拉巴嘎是男孩们最喜欢的活动。12月24日，哥哥帮小东把脸涂的黑的，他的笑说，他大笑说，弟弟变成小黑脸了。妈妈点点头，妈妈点头说，这样才能赶跑邪恶东的东西呀。晚上，哥哥带着小东先到院子里拿芭蕉叶，再到大树下的后活动的开始。小东一听到出动的口令，马上和男孩们一起跑进族人的家里，趴在地上一声的接着一声喊赫拉巴嘎塔。小东用力地喊着，还不停地拍打芭蕉叶。在非男族的习俗，男孩的大喊声可以赶走厄运，掉在比地上的芭蕉叶也能带来好运。这一家人为了答谢男孩们，会请他们吃点心。这是小东觉得最开心的事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小东满心欢喜地对着哥哥说，明年我们再一起参加这么有趣的花拉巴嘎，谢谢大家，下次再。